佛安吉祥。今天是2024年9月14日，星期六，农历8月12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晨安，晨曦初露，佛光普照。愿你在这新的一天里，心如莲花般洁净，心境平和则天的广阔，内心无碍则万事顺遂。愿你以佛心待人，慈悲待己，常怀感恩，福报自来。愿你以佛性修行，心怀度众慈悲愿，愿力增长，所行之路无障碍，所愿之事皆成就。四季流转，不变的是佛光普照大地，四方来财之运将伴随你的每一步。愿你身体康健如金刚不坏，事业昌盛如菩萨智慧，爱与慈悲常伴身旁，幸福快乐如影随形。祈求佛陀赐福，愿你事业步步高升，财源滚滚而来，家庭和乐安康，如同四季繁盛变幻，永远绵延。愿你得佛陀加持，平安如意，心愿满足，工作顺利有佛陀加持，善缘无尽，好运如泉涌，坏运如烟散。九月愿我们与佛光同行，时时刻刻都有佛陀的护佑，所求皆顺，所愿皆圆，随缘而行，放下即得自在，放过自己便是最好的放生。不要与过去的执念缠斗，因为过去已成空。不要与眼前的困难对抗，因为未来仍有无限可能。人生最珍贵的一天，正是当下此时。无论前路如何，唯有保持善念与正念，才能以佛心看世界，以佛性度众生。愿你在佛光的照耀下，今天每一步都踏实安稳，心境如明月皎洁，内心充满笑容与宁静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愿你拥有佛陀的智慧，佛陀的慈悲，勇敢面对挑战，迎接每一个美好的黎明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愿你此生平安吉祥，健康快乐，日日幸福常在，事事圆满成就。